啊，在九月初他就会在鸟巢办个人的大型演唱会了。是的，他刚刚偷偷的透露一下他的演唱会内容给我知道，他说呢，会是很多很多的摇滚歌曲啊，一定要燥起来，一定要嗨翻的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个秘密先跟你说，那就是他的表演会对抗地心引力。哦，怎么对抗呢？到时候去鸟巢就知道了。一起掌声欢迎华晨宇。
什么卑微去被还手，我不再能够顺应所谓的潮流。谢谢华晨宇带来七天跟我管你。